右手食指一样右手食指一样我这个是我看那个圣母孔的翻个头啊，翻翻翻翻翻翻翻静止一下子，再翻翻翻再静止一下子，翻翻翻翻再静止一下子，翻翻翻再静止一下子，这个时候突然一下子圣母孔头是倒立，手支撑在地上啊，支撑在地方头是倒立啊，哎头是倒立，翻翻翻翻翻翻。正在这个表演的时候，我看到另外一个地方也有圣母孔在表演呢，也在翻跟头啊，也在翻跟头。也开翻跟着翻翻翻翻前往前翻往后翻，把手一顶跟撑在地上现在告诉我们呢告诉我们孙悟空不是具体的一个人，是指的是一个群体，比如说这是羊，羊是一个群体，猴子，猴子是一个群体，讲的是一个群体，不是具体一个人，那个猪八戒也是是一个群体啊，这个是一个群体，而不是具体的一个人，是一个群体。哪吒也是一个群体，而不是具体的一个。应该说，哪吒有很多哪吒啊，有很多孙悟空，有很多猪八戒啊，应该这样说啊，这样子对了啊，是一个群体啊。他告诉我们是一个群体，好，好，知道，知道，好，再见，再见，再见，